声吼，所以真欢喜，咱两个之间甲大家过这么好、这么亲、这么快的，所以咱的活动马上就开始啊！谢谢。哇，今年非常困难的，所以今天在差点跟你平衡来的，我还是好的。我大家这里有精神哦，真欢喜哈！国语听有无？爱依然进步呢，到处进步起来。后来我另外听到大家咧祈福的声音哦，非常的感恩。今天我们唱歌哦，那个宝山听到没有？有。安尼好，谢谢。拄只，咱拄只介绍五块红绣花吼，其实伊做这个无错的，我卖好。好啦，乌鼻孔，乌加两孔，乌人孔，实在惊死人。好了，好了。这里啊，这里起码没事，现在调音也好，你都听过嘛？我们在平常过，连我们列入小学课本的音乐教材里面，我们怎么翻到那里哈？而那多少五个位哦，唱歌无好听，来听听分别。啊，各位今天来哦，是不是来分享一首歌曲的？小雨不下了，水儿不再流。因为我们心中藏着有一份爱，所以阳光和小雨会与我们同在。爱就是阳光，爱就是小雨。阳光的小雨离不开我和你，阳光的小雨离不开我和你。